南岛文化节海岸线报讯团队四月一号下午前往长滨乡报讯，反杂类文化艺术团将南岛圣火交由原巡处专员吴慧琴传递给长滨乡公所秘书张清福。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那不会忘记吧？我想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台东县政府整个团队里面，把整个南岛文化的这个精髓都呈现出来哦。所以我想，那代表长滨乡，台东县政府这样用心哈，很努力在这样把整个南岛文化从南到纵谷跑到海岸线哈。那今天是的第二场，所以我想还是代表长滨乡所有来欢迎这样的一个，把整个南岛文化能够带动到各乡镇。我想这样的一个付出啊，我相信所有的整个乡民都知道这件事情。长滨乡长光部落头目张荣达带领各部落共十一位头目，以阿美族传统祈福方式为活动祈求顺利圆满。那这一次我们南岛文化节呢，有分好几个项目，主要有还有南岛文创设计比赛，还有南岛美食飨宴，还有南岛好乐舞跟传统竞技比赛。这个所有的这个几个比赛大家都可以参与。比如说我们的南岛文创设计比赛是在八月一号正式有开始会有展览，五月份就会开始邀请人家来那个比赛。那还有美食飨宴在八月一号也是。那还有南岛好乐舞呢，在此我要先跟大家今天啊给大家发给八一号我来南岛好乐舞，从呢16岁到30岁。然后马六啊，干嘛爱那么好，都可以在暑假7月跟8月的时候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南岛好乐舞。那还有就是传统竞技比赛，像我们长滨乡这边，是最擅长的是射箭，还有你打呼呼号，这个是我们这边长滨乡最擅长的，也会在我们这次传统的竞技比赛里面也会有这个比赛项目。无使比日间关怀站的长者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带来活力十足的健康操。原巡处专员吴慧琴将活动信物交给长滨乡公所秘书张清福完成报讯的仪式，并与大家一起拉开瞭望台布幕，邀请全国民众4月4号到台东参加第13届2014南岛文化节开幕。从4月到9月为期半年的时间，都可以参与南岛岁时祭仪、乐舞、文创、美食等系列活动。许祖珍、黄清海采访摄影。